好，通过这个视频呢，你们可以做了几个管理。第一个呢，就是 temperature checker 体温的管理，就是你可以测试看每天的体温。第二个呢，就是管理自己要定期的做运动。第三呢，就是每天要喝足够的水哦。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鼠格子的淑萍。那现在呢，就是在马来西亚进行行动管制的期间，也是新加坡在进行阻断措施。那我们在进行这一段就是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引起的一个这行动管制，就是我们无法像以往这样子随性的出门。那在这段期间，相信你们也有领悟到一些很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就是第一个，我们呢要把自己的健康都要顾好。那么要顾好健康呢，要注意什么东西呢？我们基本上在家里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有什么呢？其实这个可以在家做一些小运动啊，然后每天要喝水，喝至少 1.5 到 2 L， 这个是我们常说的。那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说每天测试自己的体温，了解自己的健康的状况是如何。就是在种种的这一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可以做一个管理，那我们了解自己，那么随时的一直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如何。那我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有设计了几个就是生活管健康管理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方式。那我就想说，就借此机会呢，就是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里简单的做。那如果你们不能的话呢，你们也可以看参考我的视频，或者私底下再跟我拿这一个版本的，那我可以发给你们，好不好？大家好，我现在呢想要分享的就是做一个 temperature checker。那我们呢这一个月份五月份呢，也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马来同胞的斋戒月，所以说呢我就有设计了一个是斋戒月的主题。那斋戒月里面呢，我们最常去的呢，最想去的呢，就是那个巴沙拉玛丹。可是呢在这一个情形之下呢，就是在行动管制和主动措施的期间呢，我们是无法去斋戒月的市集逛。那我们喜欢去斋戒月市集呢，我们通常都会去买一些东西。那么我就会画斋戒月市场的那个主题来设计这一个我们的健康管理。好，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容易一点点的东西呢，好，我们呢第一个是我们去斋戒月呢这市集呢，就是会有看到有一些呢，就好像卖气球的，就是像这一个。那这个 temperature checker 是很容易做的。那你们如果你们不想画这样复杂的图案，你们可以画31个圆圈，就是一个气球的意思。好，我们今天我示范我画这阿妹妹，阿妹妹在这里。好，然后去那个market 呢，我们都要戴口罩。好，戴上口罩，穿裙子。然后这他拿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月份是五月份啊，我们一个牌子写这个月份。那另一只手呢，阿妹妹在做什么呢？另一只手她是在拿气球。那我们气球要多少粒呢？因为我们要画31粒，好吗？好，我们气球就这样子画，2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三十亿，为什么我们要换呢？因为五月份呢，总共有三十一天。那么我们这一个呢，我们要来做啊，我们的那一个我们的那个体温测试。所以说呢，我们要把体温测试呢，就是把它分成了几种归类。好，我们在地上呢有一束的球，一束的球。好，我们把它分成四种归类。四种归类，怎样子分呢？如果我们的体温超过 37.5，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了。通常呢，一些公司说37到 37.4， 可能说你不必来上班。好，那如果我们正常的体温呢，我们就说是 36.5 到37之间。啊，当然有时呢，你会发现自己的体温少过 36.5。 好，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这么我画出这四朵呢，这个呢就是说你在这四，不是四朵，我会这么我会画这四粒气球呢，就四粒气球呢涂上不同的颜色。这个是涂上不同的颜色，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讲危险性很高，我们就放红色。所以一旦呢你的体温有超过37.5 了，你要涂上红色。那如果说一般的时候，我们涂上黄色。啊，我们也还有一个颜色，我们可以用蓝色。OK， 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是青色，是安全的，就是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现在呢，目前呢就是有设置说有绿区，绿区就是表示安全的这样子。那四种颜色，那么我们在每一粒气球上面呢写上一个号码，就代表当天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那么你一个月后呢，就是在五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自己的那个体温的变化是什么颜色。那么你就可以看，如果当你发现说自己这个月份可能有很多时候呢体温都蛮高的，哇，可能你是很火爆吧是不是？好，那我们在巴沙拉马兰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卖香蕉糕。炸香蕉呢吃多并不好。好，我们画炸香蕉的档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摊位的档口上面。那这边呢我们要放一个牌子。好，那摊位下来，你看我今天教你们画的呢都是很简单的那个手绘的图，没有太复杂，因为我也不想画得太复杂。当然如果你们能做到更复杂当然是更好吧。那这个这边的位置呢就要稍微大一点点，为什么呢？你待会你就明白了，你看一看。好，那这个档口呢，我们有那个马家在卖香蕉糕，马家在卖香蕉糕，马家 OK，马家在卖香蕉糕。OK， 那这边刚才我强调说要画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呢每个月呢就是有不同，有31天嘛。那我想把这个31天的日期都写在这里。那么我们从星期天开始找嘛，一星期天，星期 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 总共一个星期7天。那五月份的第一天呢是星期五，那么就写着1 2 3 4 5，就是把整个月份的日期呢都写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写呢？你待会你就明白了。14 15 16。好，
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刚刚好呢？画了，那因为呢，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呢，我们可以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你可以做跳 Zumba、LB， 或者是跳一些啊塔巴达，就是现在我们在网上 YouTube 看到很多视频都可以在家做运动。那么你可以在家做运动，我这里呢我就写上 exercise， 就是要鼓励大家呢每天在家有做运动。OK。Exercise， 所以说如果哪一天呢你有做运动的话呢，你就涂上颜色，比如说我今天有涂上这个三号有做运动的话就涂上红色，那么你一个月份你看上你有涂多少个颜色呢，就表示你有做运动，这样子呢也提醒自己要做运动。当然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有运动就一片红，那么更好啊，没关系的啊，这个就是证明你有注意自己的健康。好，那我们在呢啊，在那个斋戒夜市场呢还可以买到很多种饮料。那我们今天要卖什么饮料呢？我们今天就要卖新加坡最火红的珍珠奶茶。那么我们现在画一杯珍珠奶茶，就是一个圆圈一个杯子这样子，那么我们尝下来是不是很容易吧。我今天教你们的都是比较很简单。好，现在我们放一个吸管在里头，吸管要粗一点哦，因为珍珠比较大力嘛，对吗？好，我们放吸管在里头。好，那同样呢跟这个一样的，我们要画31粒球，就是表示有31天。好，我们再画3 4 5，我们不一定要很规矩的，因为珍珠就是可能在杯子里面走来走去，你不是走来走去就是在流动着嘛。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30 31。 OK， 当然如果你能的话你的杯子画更大又更好吧，是不是？好，那我们在每一粒珍珠里面呢就写上号码。好，31粒球。那么珍珠是黑色的嘛，那如果呢你那一天呢有喝上了2L的水，你就涂上黑色。所以说你很喜欢喝珍珠的吃珍珠的人，那么你每天呢都要做到喝上2L的水，不是 OK 一直卡住了，不好意思。好，那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字体来写下来。好，你这个就是喝水的管理。那如果你那一天呢就是有喝上2L的水，你就涂黑黑。所以说你到了一个月过后呢，你看到你有多少粒黑珍珠呢，就是表示你有做到，没有的话你就当作是 coconut jelly， 是透明的，那么你就提醒自己说要多喝水。那我们在斋戒夜的市集里面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装饰，你可以画一些旗帜啊在里头，那么呢你就会看起来呢这一个主题呢就是没有这样单调了，对吗？没有这样单调了。那么我们可以这边还要补充的就是那个 temperature checker， 就是你的体温管理。好，那你可以写上不同的字体，就是好像有时有向不同的老师学习，那么你可以用不同的字体写下来。
OK， 这样子，那我们布兰喇嘛丹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这个是巴沙喇嘛丹，我们要写。那这个呢，就是我简单为你们呈现的一个视频，给你们看说我们如何呢在家里呢做一个健康管理。比如说，如果你还有就是睡眠有8个小时，你可以增加多一个摊位在这里也可以。所以说，你就看看，如果你想要管理的东西更多的话，你也可以再增加。那比如说你想说你要在这段期间你要养成吃多一点蔬菜，那么你也可以再获多几个摊位，那如果每一个摊位你哪一天有做到的话，你就涂上那个颜色，这样子是不是很容易呢？没有太复杂，就是很简单的方式可以完成的，这个是健康管理啊。希望呢你们会喜欢蓝天白云数格子的书评为你们呈现的。